铁灰色轿车经过轻轨铁道要左转，但方向盘转得太用力，角度太大，车轮猛力撞击轻轨号志灯座，接着整辆车爆冲。骑楼下一名一脚听到声响，立刻吓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拔腿狂奔，有多远闪多远。轿车就这样一头撞进去，撞倒机车，造成车壳破裂。他要左转，啊，爆冲。车祸地点发生在高雄市古山区美术馆路换玉国街口，车祸现场满地碎零件，肇事的铁灰色轿车撞到3C 卖场招牌圆柱才停下，肇事女驾驶表情超懊恼，觉得自己好倒霉。中山高永康路段则是发生行车纠纷，民众开车好端端的，突然后方一辆进口轿车窜出来，一个 move 向左急切甩尾到正前方，接着左右蛇形刹车，甚至逼超近，最后手伸出车窗比出不雅手势，故意好像冲撞我的一个行为。逼车最重罚24,000，危险驾驶则要进一步厘清。同样是国道，这回在二高桃园路段外头下大雨，修旅车 A 为了闪避前方车辆，失控打滑追撞修旅车 B， 修旅车 B 又撞了轿车 C 后旋转180度，修旅车 A 最后则是正面对撞路肩护栏才停下。变换车道不当，可处罚新台币3000至6000元。提醒民众行驶国道拉出安全车距，遇到紧急状况才有时间反应，把伤害降到最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